冲着！小心！院长，院长，怎么了？略感风寒，我现在去太医院请人，不用麻烦了。他的腿怎么了？当年陈院长率领黑旗千里奔袭，拿下北齐第一大魔头肖恩，那一阵受伤，他就再也无法行走。殿下请回吧。闪开！楚平平，你好威风啊！有人说你在京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殿下听错了。我听说你麾下黑旗冲阵无双，杀人如麻。那你的黑旗敢杀楚军吗？还是你要亲自动手啊？对楚军动手非臣子之道，那你便无法拦我。啊！闪开！啊！闪开！闪开！啊！居然如此强势，你干什么？啊！闪开！闪开！保护太子！哎，陈冰冰，松开吧！陈冰冰，陈冰冰，啊，那，陈冰冰，刺客行刺，保护太子安危，方为臣子之道。